如何做酷酷猫咪？家中有一些小布片，不要急着扔掉，我们可以用来做玩偶。今天几分钟网将要教大家如何制作玩偶酷酷猫咪。你将需要白纸、水笔、布织布、棉花、针线、剪刀、万能胶、尺子、镊子。第一步，在白纸上画上设计好的酷酷玩偶的形象。第二步，在硬纸板上逐个画出精确尺寸，再分别剪下。第三步，将剪好的纸板片贴着布织布，依次把小猫分为两片帽子、四片耳朵、两片头身、三片头发，然后裁剪出来。第四步，将两片耳朵缝到正面裁好的布偶身体上。再将三片头发、一片帽子用胶水贴到正面的头上。然后绣上眼睛和睫毛。第五步，将另两片耳朵缝到背面的身体上，粘贴上另一片帽子。第六步，从正面用线逐针缝合前后两片身体，并且在头部留一个缺口。第七步，在缺口处塞入少量棉花，使其变得饱满。第八步，最后将缺口缝合。一只猫咪玩偶就完成了。你知道吗？老鼠体内有一种牛磺酸的物质，可以增强生物的叶识能力，而猫体内不能自己合成该物质，只能通过吃老鼠进行补充。